今天又到了周末骑车时间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去看一下一个我觉得很疯狂的行动。他们是有邀约我啦，但我后来是婉拒了。这个疯狂行动的代码呢，就叫做中十六行动。什么叫中十六呢？他们即将在中社路挑战十六趟，来超过玉山的高度。所以在十六趟的路程当中，总爬升会来到4000公尺，总距离也大概是100多公里，超级强。所以我们来去乱入他们一下，看看他们挑战怎么样。Go go， 我们要抵达中社路了，然后看一下可以遇到什么样厉害的神人来挑战中十六行动。今天摄影师偷懒，骑电动车出场，所以待会就由他拿着电动车来拍我了，没问题。现在已经很多人在骑了，我已经看到四五组人下滑了。中社路全长大约3点多公里，爬升300公尺，也是一个很长，大家来练坡，练一个功率持续输出的地方。很多人在挑战，德林加油！终于遇到第一个我认识的。你骑电动车不要一直吹啊！我脚很累。对了，哎，加油！今天是要来骑十六趟吗？当然没有啊！你大概均速多少？13啊，15。你的表上写。很多人呢，其实超级多人来骑乘的。我看他们今天官方打的资料大概有50几个人，但现场应该不止。因为很多车友可能看到十六趟下道，像我这样只有自己来骑了几趟。我刚才已经看到主揪有点下滑了，我们到底就先攻到山顶看一下山顶状况如何，顺便在那边等一下大家到终点。今天中社路真的是爆满状态，超多人，全部都是车友。加油！加油！快到国小了，应该16趟都正。你说你用这台吗？16趟它刚好会没电，可能不到16趟。可能要看他们有的手上有写，有贴那个什么什么贴纸，纹身贴纸，好像才是参赛者。没贴的应该就不是。我的车友哎，即将抵达，我们先去看一下，参观一下他们的终点吧，超多人，好扯哦，今天上面也太多人了吧。
好多人哦、喔！我来看你们啊！你去几趟了？我一趟。好去啊！哦，去完一趟。那今晚你只要去十六趟吗？今天十六趟吗？没有，一趟就好。哎、欸，今天真的超多人哎、欸！你今天约大概100个人哦、喔，超扯的！我第一次看到上面那么多人。而且好多人都问说这个社团好热闹，都想加入这个社团。真的吗？你要下次要来吗？对，对，叫我们先骑十六趟啊，骑完十六趟才可以加入。还有人问说没有车可以加入吗？可以啊，楼下无 Ubike 站。我们有人就要骑 Ubike 骑完了回家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中午可以来吃便当。太大杯了吧？还是 CP 咖啡？我们就是 Seven 买的、喔，没有，是 Seven 赞助的。哦，还有 Seven 赞助，太强了。充电的，好久不见了，变壮了。有吗？是变胖吧？骑太多了，没有，是变胖。骑车骑太多了啊！好久不见。你也来挑战十六？我十趟而已。哇，差不多了。随随便便一个人都是十趟起跳，刚刚那个12，这个十趟真的不行，太扯了，太累了。我好想回家哦。看到食物都完全没有办法。我一趟在这里是无地自容的状态，是不是很累？好恐怖哦。真的很累吧？早知道不要来了。还是要来，太夸张了。我只骑上来一趟，然后就有早餐可以吃，只好不客气。早餐给他吃下去，只骑一趟，然后就吃早餐的人，应该只有我。嗯，还有美式咖啡。我们随便抓一个人访问，没有几趟，我才五趟啊。五趟，你看随便一个都五趟起跳。我真的是在这边站不下去，还是这边吃早餐一趟。教练，这边有一个15趟的，赶快。15趟。请问你从几点开始骑啊？9点昨天晚上9点，我都已经睡一觉起来，他还没有睡，你太夸张了，太强了。其实这是首席设计师，刚想全部讲不出来，讲很久，所有很多周边都他设计的，超强。哎，之后帮你画贴图啦。哦。好，没问题，一定要。好想出贴图哦。好，你还有11趟哦。我没有，我只要骑6到8趟。哦，我想说你现在第4趟，然后要第5趟。想说11点收工啦。好，还有很久。那你不要休息太久，多骑几趟，不要浪费。加油。女总一。哇塞，太猛了。我女总一回来了。你骑几趟了？10趟，太强了，流口水有什么好拍的？随便一个都是十几趟，太恐怖了，就是随便一个人都10趟起跳的。大修一下，他们都是半夜开始骑的，太扯了。主揪来了，为什么要发起这种活动啊？你这种教练，你20趟，你20趟，教练20趟，换一趟换车要20趟，没有，我一趟就想说差不多了。我换车只能骑 GO GO 了20趟，真的哦，还可以考虑。没有没有，你要20趟，你骑几趟了？我5趟而已。而且我两点就来骑的，你2点就开始了，而且上来要弄东西。哦，对啊，你比较辛苦啦。不会，加油。欸、可以，那边有11趟。我已经吃过早餐了，我骑一趟上来也被塞一堆早餐吃饱了。没有啊，早午餐啊，那可以吃啊。这主办单位太用心了。还有红牛可以瑞布，红牛我家也蛮多的，都给他们喝。好，你们还有很多。谢谢啊，太强了。几趟了？16分，46。哇塞，现在第几趟？来个第几趟？14，第几趟？13，14，14，来，讲一下感言。第几趟？不能慢。第几趟？5。不能慢，不然他比我快啊，我不能比他慢啊。他们两个凑在一起，他们真的太强了。我刚这样参观下来，这真的跟武岭一样恐怖，应该说比武岭还恐怖，因为这边很热，但是还要爬升一样多，太累了。好啊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来参观体验中十六行程的小小 vlog 啊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他们会觉得我很靠背，会啊，会觉得你很靠背，完全不会累，会看我那单手骑车，很跌倒。